大家好，我是盛恩。今天呢，应某一位听众的要求，我们要来教一首歌曲。那这首歌呢，收录在好风盛乐团的第二张专辑《因为他我好风盛》里面的《新房新房》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所以我们今天只会讲到前奏。好，首先我先弹一次给大家看。OK， 那我们先来讲和弦。和弦总共有四个，第一个和弦是 D sus2。好，那这个和弦呢，就是你按着 D 把中指拿掉，把原本的三音变成二音，这样就变成 sus2 挂留二和弦。再来呢，第二个和弦是会是这样子按的，食指不动，直接把中指移到第六弦第三格的根音。这样子呢叫做 G6 加9和弦。再来呢，第三个呢是 D sus2 on G， 加了无名指在第二弦的第三格。那最后一个和弦呢是 A7 sus4。 那但是呢，最后一个和弦呢，这总共有两小节，这两小节里面呢，我做了 A7 四个转位，这样子。好，首先呢，我慢慢弹一次。在最前面有一个先行拍，那这个先行拍呢，弹的是 D 大调的哆、西、嗦这三个音，然后呢，无名指呢继续按着 D 调的哆，然后跟着 D sus2 的根音一起滑到 Re， 然后呢，食指去按下一根弦的咪，再回到哆，然后再一次。再来是一样滑音，滑到 re re si do， 好，所以听起来是这样。好，最后一个西索。然后呢，西嗦的时候呢，这个食指就保留在嗦这个音，然后加第六弦第三格这个音，这样就变成一个 G6 加9这个和弦。然后呢，声音听起来是这样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右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呢，我就不会弹一二三弦，我会把它移到二三四弦上面来弹。三四拍呢，我就会移回一二三弦，然后这里和弦会变成 D sus2 on G。好，我再弹一次哦。然后最后两小节 A7 sus4， 那这里呢和弦刚好无名指就不动，从 D sus2 on G 这边无名指不动。食指往上移一根弦，中指拿掉，然后根音换到第五弦，这样就变成 A7 sus4。那这里呢，我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呢，一样是弹二三四弦。那这边右手的指法蛮固定的，就是呢，T 一二三，然后呢，第一个 T 呢会跟着第二弦一起弹，然后下一个无名指。当成支撑点，一路滑到第五格加中指，再来呢用中指当支撑点，滑到第九格，然后食指按第八格，然后呢再一起升高一个全音，然后最后弹一个根音，好，所以这两小节合起来是这样。以上就是新房新房的前奏，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练看看，看弹不弹得出来。然后呢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请订阅，然后帮我按个赞。虽然我不知道按赞能干嘛。
谢谢。